每人一碗，98块钱。每个人收98？对对啊，太贵了，太贵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。上个月看亮哥在五星级酒店里吃卤煮，我们好好奇啊，所以今天跟董小姐战战一块来试试看。我们叫失业四人组哈。对，嗯，失业四人组出动。嗯，餐前水果。Mellow Mountain, Mellow Sea。芥末鸭掌。今天我们吃的餐厅是王府井希尔顿的琴堂中餐厅。我2010年的立冬，第一次来这里吃饭。我当时也写了点评，我现在一看以前的点评，写的好轻浮啊。写什么了？我说门口美貌的迎宾美眉是我的菜，不用吃食物已经很喜欢，15%的服务费给的一点不心疼，好轻浮。这芥末鸭掌呢，太温柔了，不会让你呛到要流泪那种，稍微有点温柔。酒店一般都是做菜都是相对来说温柔。金盏松香爆芹，是因为鲍家村种的芹菜，所以叫爆芹的吗？对，还以为是有鲍鱼在里面。应该上来先看鲍鱼在哪儿。这壳非常脆，比印度那个小脆球还脆。芹菜味道刚刚要起来的时候，就被上面的松子的味道压制住了。对，所以香气很丰富。这个店里的炸土豆丝挺好吃。嗯，哎，比吃薯条好吃多了。哎，这一家吃法就是鸭掌滚炸土豆丝，葱烧肥身炉灶肉。这个就上回看亮哥的视频看馋了，就是一个葱烧大肥身，这里呢就是红烧肉。看着短短的，这是炉灶肉，有股烟熏的香气。哦，它真的是炉肉啊？对，烤的。哦，烤了以后再烧。所以在烤鸭炉里烤的。对。这里还有原味。那你刚才不是说白开水不好喝吗？红葱酥，风味金白，就像烂糊白菜。对，真的像烂糊白菜。刚才吃这个参确实有点咸，赶紧要一碗米饭。你们都在抢汁儿啊？谁在想蹭汁儿的时候可以蹭？烟熏味了。果然是正经炉肉，现在炉里烤，再红烧。对。嗯。其实也太有功夫了。这炉肉好吃了，就这个汁稍微偏咸一点。所以要配米饭。嗯。这大白菜吃起来就不像烂糊白菜了，因为它。白菜是脆的，没有烂糊。叶是烂糊的。嗯。白菜帮子还挺脆的。这菜它不要海参，估计会更好一点。我上次吃的就是不带海参的吧。哦，不带海参更好，专注吃这个卤肉。嗯。这些都是前缀啊，我们主要是来吃卤煮的。卤煮的料，卤煮的料，每人一个吗？每人一排吗？每人一个，丑人没有。哎，好像打麻将一样啊。好了，糊了。醋，对，葱，嗯，香菜，辣椒油，蒜，嗯，每个人一大碗。每个人收98？对对啊，太贵了。太贵了。等那碗上来你再看贵不贵。卤煮上来了，每人一碗，98块钱。
料还挺多的，配了什么呢？配一大根油条，这是另配的啊，另外加钱的。哦，哦，不包括酒吧里面，不包括这个，还不包括九十八是包括面条，所以九十八是配面条的，但是我们不配面条，就单点了单点的油条和葱油饼。嗯，嗯，南乳的香气，酱香味很足，舍得放肉，这个肉哇，一般卤煮店就是给一小片给你意思意思，这边是真给啊，给了好几片。哎，如果街边店30多块钱有这样的水准，我觉得是他做不下来，北京可以前三名的卤煮了。嗯嗯，食材都很干净，有一点点脏器应该有的味道。嗯，我试一下泡油条，这里面还有猪肚。嗯，看到了，猪肚，嚯，这一下就值了。跟上回那个什么酸萝卜猪肚汤共600块钱。那个猪肚好吃。嗯。嗯，哦，忘记加这些。嗯，加点葱香菜。那就用，我倒进去了。蒜。嗯。还是这个没上菜单，所以现在要提前预定。提前一个星期来预定啊？嗯。哇，加了蒜加辣椒油更好吃了。嗯，我觉得前面的菜都不用点了。嗯，一句话98，吃碗卤煮。试一下葱花饼，葱花饼比火烧好吃多了。那肯定的，老是说这些。火烧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用的。这葱花饼里边还能吸汤汁，外层、嗯、还是脆的，还是酥脆的、嗯、对，油条也是一样的效果。嗯，酥脆的，然后里面还吸满了汤汁。它的猪肚如果晚点下去就好了，它猪肚煮的好红，有点烂 烂了。对，跟肠的口感一样、嗯、应该让猪肚保持爽的口感。同意，应该是目前我们吃到过北京最贵的卤煮，我还觉得泡葱花饼比泡油条好吃，油条有点软了。哦，现在可能到了。亮哥曾经和一些美食家们、老饕们做一个卤煮的评测。啊，对。盲测9家卤煮，第一名是卤煮旅。嗯。但是很可惜，他现在已经不做了。对，关门了。我觉得这家店跟卤煮旅都已经很接近了。如果这家做盲测的话，会得第几名呢？我估计得拿第一名。得拿第一名。嗯，因为它的汤完全可以喝。嗯。汤完全能喝的卤煮，到目前为止我只吃过2次，一次是在这儿清塘，还有一次是在那个小燕子的家里。哦、嗯。就是那个炒肝罩的家里。他在家自己做卤煮给我吃。嗯，那个汤完全能喝完。嗯，然后他一边做卤煮，他媳妇儿在旁边烙葱花饼。嗯，啊，那次是吃满了，基本把汤都喝光了，剩几片肺头。嗯，不用看我就知道剩的是肺头。今天就是来五星级酒店吃完98块钱的卤煮，加上15%服务费，加上油条，加上葱花饼，不止98了。大家知道哪里有更贵的卤煮或者更好吃的卤煮，可以评论告诉我，推荐给我，下次我们去探一探。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关注、转发，对于我们事业4人组的成长非常有帮助，谢谢大家支持。